为度者令度，为安者令安。这是一切众生迫切需求的。啊，哪一个不是盼望着呢？佛菩萨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没度啊，不安呐、啊，真的是不安呐、啊。不但我们不安，你去问问哪一个人身心安稳，几乎找不到啊。没有一个身心安稳，没有一个自己有把握能超越六道轮回啊，能往生净土。不修净土的人就不必说了，修净土人连往生都没有把握。老和尚净宗念了一辈子佛，问他有没有把握，没有。他不是讲客气话，是真的。啊，为什么没有？我们在旁边看得很清楚，心量没脱开，还是小心眼，这就不行了，没放下。名闻利养没放下了，贪嗔痴慢没放下，这是大麻烦呐、啊，大障碍呀、啊！我们要想这一生得度，要想得安稳，就要把这些东西放下，你身心就安稳了。像前面所说的，住弥陀之所住，行弥陀之所行，愿弥陀之所愿，你心就安了，心就定了。